我们今天进入《精神现象学》的第二十讲，那我们嗯、呃、继续来看知觉这一章的最后一部分。那从之前的论述啊可以看出，呃，知觉它在寻求物的统一性的过程当中，呃，它是倾向于把通往物的更深根据的道路封闭起来，呃，所以呢。 知觉的意识经验，它虽然也会经历辩证运动，但是最终呢，呃、还是会回归到意识呃对于物的单一性的主观设定当中，呃，从而呢，它就回避了事物当中的一和多的矛盾的解决，所以呢。 啊、呃，知觉所能把握到的个体物，它是缺乏规定的，啊，它无法保持真正的自身一致性。那么黑格尔呢，他也即将表明，嗯、呃，让个体物扎根于啊更深层次的内和规律的根据、啊，并无损于个体物本身，反而呢，呃、啊，他会成全个体物的存在，啊，这样呢，就把意识啊。 呃，带入到了知性的阶段。那我们今天来看，呃，最后一部分，先来看这一自然段。我看应该是第七十九页啊，七十九页的这个第二自然段。好，我们先来看文本。现在，尽管客观本质所包含的矛盾被划分到了不同的物那里，呃，但在孤立的个别物身上，还是会看到，呃，出现一些差别。 不同的物啊，它被设定为自为的，它们相互之间的矛盾使每一个物不是有别于自己，而是仅仅有别于其他物。那这样一来呢，每一个物本身呢、啊，就被规定为一个有所区别的东西，本身与其他物之间，呃，就有一种本质上的差别。但与此同时，这种本质上的差别呢、啊？ 并不是指物本身就包含着一个对立。物宁说，每一个自为存在着的物都是一个单纯的规定性，这个规定性呢，构成了它那个事关本质的，使它有别于其他物的特性。那实际上呢，物本身它就包含着一种差异性，而这种差异性呢，在物那里又必然表现为。 众多性质之间的一个现实的差别。然而，正因为规定性构成了物的本质，并使得一物区别于其他物，成为了一个自为存在者的东西，所以余下的众多性质就成为了一种无关本质的东西。就此而言，一个统一的物本身，它就具有一种双重意义上的，但却具有不同分量的。 就什么而言，而在这种情况下，对立存在并不会转变为物本身就包含着的一种现实的对立。相反，就物通过它的绝对差别而出现在一个对立中而言，它是与另外一个外在于它的物相对立的。诚然，以下的众多性质也必然会出现在呃物身上。 容不得他摆脱，但是呢，他们对物来说，终究是无关本质的。好，我们来解读一下。那么上一段呢，讲到，嗯，意识它对于物的单一性的设定，它回避了事物内在的一和多的矛盾。嗯，按照辩证法则，对象自身的矛盾运动才是真正的本质，才能够让物。 获得统一和真理，啊，但是现在呢，对象呃客观本质所必须包含的那些内在矛盾呢、啊，啊、呃、就被划分到了不同的物那里，也就是说，它被转化成了外在的对立。对于个别的这个物来说，它呢是单一体啊，维持着统一的表象，而它之外的其他物呢，则是多样性。 那么一和多的这种对立似乎还是存在的，啊，毕竟呢，物和物之间本来就是不同的，只不过呢，啊，这种个别物身上所体现出来的差异性，实质上它与别的物呢并不相关，啊，就说物与物之间的关系它是冷漠的，一个物的在或者不在，对别的物来说都不重要。 这可以说是双重矛盾性的丧失，一方面呢是物自身缺乏了矛盾性，第二方面呢是物和物之间也只有区别而无矛盾，由此呢啊这种个体物看上去虽然是自为的，但实际上它仅仅是存在在那里，啊这个物对自身从来没有真正的作为。 用黑格尔的话说，啊，每一个物呢，它并不是有别于自己，啊，它仅仅是自己就是自己，所以这样的物呢，它不会在不断否定、克服自我的运动当中，来更深入的认识自己，并且呢，成就更完整的自己，啊，这样的物呢，它仅仅是有别于其他物而已，啊，但同样，它和其他物之间。 也无法形成内在关联的矛盾运动，所以呢，也就无法获得更深刻的自我规定性。那么，当黑格尔说啊，这个意义上的物与物之间的这个区别啊，它是本质性的时候，啊，他的意思啊，实际上是说，哎、呃，这种差别它是单一的而又僵化的，反正呢，物与物之间就是不同，就是有差别。 这没什么好说的，可是这种差别呢，呃，它又无法形成内在的对照性的关联，也就是说，我们并不需要通过这物去认识他物，也不需要通过他物来认识这物。物就是一个单纯的规定性，啊，就好像我们说世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叶子一样，但这种说法呢，其实呢。 基本等于废话啊，没有道出更多的东西，所以在这里单纯的规定啊，物灵说了，它是一种什么抽象的外在的规定，它的独一无二啊，并不是在于别的物发生联系的基础上的独特显现，它不需要影响他物，别的东西也不会影响它，谈不上相互尊重，也谈不上相互冲突。 那也许在有些人看来，这不是挺好的吗？可是我们要问，这样的自己真的是自己吗？啊，认识你自己真的是挺难的。自己认为自己把握到了自己的本质，其实呢，这是不痛不痒的本质。自己认为自己啊，具备了有别于他物的特性，其实呢，分散的原子化的个体。 从来就无特性可言，那我们可以形象形象一点的说，啊，他们呢就好像是平面上的不同位置上的一个有一个的点，缺乏纵深的立体感，而我们希望看到的是啊事物的现实的内在的差别，那么现实的差别呢，它就意味着啊事物具备了更真实、更。 内在的规定性，也就是发现一物本身足以使足以使之与其他物区别开来的特征。可是知觉呢，在这个关键关键点上啊，他就退缩了，他呃退而求其次，承认物自身内部的诸多性质之间的差别的呃现实性。那么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呢，知觉的意思呢也很简单，也很小聪明，啊，就如之前他承认，呃，物与物之间就是不同，而仅仅是不同而已。我就是我，他就是他，还有必要再多说什么了？那么知觉现在的策略照样是，啊，他貌似大度的指出，构成物的众多性质之间也有差别，毕竟呢。 如果没有差别，那它们就无法组合在一起，形成物的规定性了。可是这些性质为什么不同？它们各自的特殊性何在？知觉的就并不真正的关心了。啊，因为建立在这些差别和特殊性的，呃，真正的根据，也就是那种更普遍的原则，啊，他们是知觉的意识所承受不起的。 这就暴露出知觉啊，他仍然是孤立的看待事物，啊，他觉得物能够独立的自为的存在，物身上的各种性质的不同，能够形成自身的规定性，这就够了，啊，至于说物与物之间他们是如何打交道的，啊，那些多样的性质之间他们是如何发生互动的，都是无关本质的了。 啊，换言之，在知觉的视野里，无论物的内部的诸属性之间的差别，还是一物与他物之间的关系，都是无关紧要的。啊，个体物的独立性呢，因此只是一种封闭的啊自我安慰的独立性。所以呢，我们在把握物的统一性时，表面相同的表述，就什么而言，啊，却具有了。 不同的分量，这里所谓的就什么而言，它就是指前面所讲的，比如说就它是白而言啊，它不是咸的；就它是盐而言，它不是苹果等等。同样都是在说就什么而言，却蕴含着人看待事物的不同的眼光啊！你怎么看待事物，事物就呈现出什么样子。 你如果只看到事物的属性之间，以及事物与事物之间的表面的不同，那么呢，你所坚持的物的统一性就是孤立的、一厢情愿的统一。啊，在此呢，我还是不禁再想举亚里士多德的那个例子：森林里面开大会，兔子呢嚷着对狮子说：“我是独立的，我是与你不同的。”所以。 我们是平等的，我们应该互相尊重等等。那狮子怎么回答啊？狮子不屑地问：“你凭什么独立？你有什么实力？你有獠牙和利爪吗？”可见啊，局限于表面不同的物的自主统一，是根本没有认清自身独特性的、一厢情愿的啊脆弱可笑的统一。与之相反啊，只有在与他物。 发生现实性的对立，从而明白了相互之间的深刻的差异性以后，一个物的就自身而言的独特性才能够建立起来。那么，这样的物的统一性呢，才会具有更高的分量、更实在的价值。这样的物呢，也才能在自身诸属性的矛盾运动以及物与物之间的矛盾运动当中。 赢得更大的自主发展的空间。那么知觉认识呢？它不顾及物所处的那种整体关联的情势环境，它只看到物的绝对差别。啊，也就是说，不管别的物存不存在，这个物都是绝对的单一体，是绝对有个性的啊，是不受别的物的影响的等等。这样一来呢，物与物之间的这种对立。 它就只能是外在的对立，啊，别的物的在与不在，对这个物都不重要。同时呢，啊，物身上的众多属性，也是无关本质的，啊，因为呢，呃，尽管只要是物，就会拥有不容摆脱的诸多的属性，但是我只要保证有这个单一的物，啊，具体我拥有什么样的属性，似乎。 都是可以装进来的，似乎都不影响我的独立自主。那么啊，这些性质到底是什么状况？我还用得着去关心吗？可是我们回过头再想一想，那这样的个体物，它又有什么独特性可言？又有什么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呢？啊，这就如同那些为个性而个性的人，大都不也正是缺乏。 内在自我的人格的一种体现吧，好、啊，这是呃这一段的这个内容吧。好，我们来看下一个自然段，规定性构成了物的事关本质的特征，并使得它有别于任何别的物。如今，这个规定性得到了进一步的规定，以至于啊，物一方面与别的物相对立。 但另一方面，又应该保持为一种自为存在。但是，只有当物没有与别的物发生关联，它才是一个物，亦即一个自为存在者的单一体。因为在那种关联里面，被设定下来的其实是一物与他物之间的联系。然而，一旦与别的物联系在一起，就意味着它不再是一种。 自为存在，物呢，恰恰是通过一种绝对的特性和一种对立的态度来对待别的物，而且物在本质上完全表现为这样一个东西。但是，只要去对待别的物，就会否定物的独立性。那就此而言，物宁说，物正是通过它的事关本质的属性走向消灭，啊。 那么这一段呢，呃，他就揭示知觉希望保持物的单纯而抽象的自我规定性，啊，他害怕因为跟他物打交道，就使得个体物丧失了自身的独立性。那么知觉呢，把这种自说自话的啊自我规定性视为了事关本质的特质，啊，他认为只要他具备了这一点，就足以。 使自己有别于他物了，就足以确保自身的独特性了。可是，啊，在现实存在当中，一物怎么可能不与他物发生关系呢？所以呢，在这种自己规定自己之外，还必须得有进一步的规定性，也就是要从抽象的规定性走向具体的规定性，从孤立的规定走向关系中的规定。 于是，如何既承认一物与他物对立，又能保持一物自身的自为存在，这对知觉来说，哎，就成为了一个难题。知觉呢，想要维持通过简单抽象的规定就能实现独立自主的格局，可是令他始料不及的是，啊，正是这种抽象单一的规定性，使物走向了毁灭。 那个中的缘由在于，物的这种规定呢，他始终执着于自己就是自己，自己与他物不同。他作为一个自为存在者的单一体，这就是他的全部。啊，似乎呢不需要与别的物发生关联。那这种态度呢，既体现了他的盲目自信，又体现了他的莫名恐慌。 呃，就他的莫名恐慌而言，啊，他的确害怕，一旦与别的物联系在一起，就意味着它不再是一种自为存在。那么知觉为此采取的保护措施呢？呃，就是让物固守自己最初认定的绝对特性，然后呢，以对立的态度来对待别的物，啊，这样一来，物自身就是本质。 啊，别的东西都不是本质，都无关紧要。而就他的盲目自信而言，知觉以为啊，如此确定的物自身的绝对特征，证明自己和别的物是不同的啊，这就足够了。但是要知道，这种呃，这种独立和不同啊，恰恰是消灭了一切内在差别和根本内容的结果。 就如同前面指出的，啊，它仅仅呢是把物规定为空间当中的某个位置、某个点而已。那么物的独立性的丧失呢，啊，并不是因为它在与外物打交道的过程当中被外物所威胁，啊，反倒是因为它所固守的自成一体的本质的规定，恰恰抽空了它自身的内涵，啊，可以说。 绝对的不同其实就是空洞的不同，而绝对的差别的反而导致了事物之间再无差别。那绝对的独立，则仅仅体现为一个口头的宣告：我就是我，他就是他。啊，这就是物的消灭吧。好，我们再看下一个自然段，横短。他说：意识必然会经验到物，恰恰是通过。 那个构成了它的本质和自为存在的规定性而走向消灭的，我们可以按照一个单纯的概念来简短的考察一下这个必然的经验。物呢，首先被设定为一种自为存在，完全否定了一切他者存在，因此呢，它是一个绝对的、仅仅与自身相关联的否定。然而，这个自身相关的否定。 又意味着一种自身阳气，也就是说啊，他只有通过一个他者，才获得了他自己的本质。那么这一段呢，他呃重申了上一段的结论，那就是知觉意识把自身当作本质，把物与物的关系当作非本质。他对物的这种抽象规定性，才是导致物走向毁灭的罪魁祸首啊。 那么这种幻灭感呢，是意识必然会经验到的，是逃不过去的。那么在这个必然的经验当中，啊，悟了就成为了一个单纯的概念。那么我们知道，啊，黑格尔的概念思维，它是指一种在矛盾运动当中能动的去把握事物的真理的思维。可是呢，在知觉意识中。 这种把自我规定当作本质，把众多性质和其他物都当作非本质的物，并不存在内在的矛盾运动，它怎么可能是概念呢？啊，实际上呢，黑格尔在此呢用的是一种反讽的说法，他做了一个限定，他说这是什么单纯的概念啊？看上去呢也有否定运动，但不过是外在的否定，与所谓的概念。 完全无关，啊，因为事物概念的形成是主动的自我展开、自我否定的过程。那具体而言，在知觉的意识经验中，物呢首先被设定为一种自为存在，即自己一上来就已经规定好自己了，我就是我。在这个前提下，啊，知觉活动才完全否定他者的存在。 可见，啊，这样的否定呢，它并不是自我否定，恰恰相反，一方面对于物自身，啊，知觉呢，它是绝对的肯定的；另一方面呢，对于他者存在，知觉呢是彻底的否定的。肯定指向自自己，否定指向他者。肯定的自身与否定的他者之间，从来没有形成过内在的必然的关联。 所以物呢，永远停留在自身关联的状态，也就是为了保护自己原先的规定，而对于他者的存在与否持冷漠的态度。那在这样的格局下，怎么可能生成出真正的事物的概念呢？那黑格尔呢？他反对物与物之间的这种外在的抽象的关系，而且呢，让知觉意识没有想到的是。 为了巩固物的自身关联而进行的这种对他者的否定，其实导致了一个非意图的后果啊，那就是物自身遭到了否定，走向消亡。因为正如上一段所揭示，如此设定的物啊，它的内容、它的特质、它的内在的差别都被抽空了啊，它根本丧失了自我，它的本质反而。 要完全的依赖于他物，啊，我们就只能说，嗯，在这个物之外有他物存在，所以呢，啊，这个物与他物是不同的。可是这个物本身到底是什么呢？知觉了，他就不知所云了。那么要想在物与物之间建立起真正的内在互动的关系，啊，就必须走向知性思维，去寻找他们之间更深刻。 更普遍的规律性的关联。好，我们再来看下一个同样很短的自然段。他说：“实际上，嗯上述情形呢，都包含在对象的规定之中，此外无他。对象应该具有一个事关本质的属性，从而呢，获得一个单纯的自为存在。但是，对象本身除了包含着自为存在的单纯性之外，” 还包含着一种差异性，后者呢虽然必然存在着，但却不应当构成一种事关本质的规定性。但是呢，这些都仅仅是一种尚且停留于字面上的区分，那种无关本质的，同时又必然应该存在着的东西，自己扬弃自己。换言之，它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那种自身否定。 呃，这一段呢，黑格尔他对于知觉构造的个体物所面临的困境啊、呃，展开了进一步的论说。在知觉看来，呃，对象的规定就是自我规定啊、呃，并不包含任何别的东西。对象自身拥有的本质属性就足以构成了他的单纯的自为存在的。所谓的任尔风雨交加，我自岿然不动。 对象物呢，始终是作为单一体而存在的。那么，在黑格尔的心中啊，知觉试图把握的物，是不是就是莱布尼茨意义上的单子啊？这倒是没有明确的证据。但是，我们可以参照莱布尼茨对单子的界定来理解这种物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啊。因为在莱布尼茨看来啊，啊单子它一方面是单纯的一。 它的自身毫无差异，完美自足，它的存在和运动啊，都是与其他任何单子无关的。可是另一方面，单子呢，它又包含无限的差异。根据自身意识的清晰的程度，单子会呈现出不同的性状、敏感度啊，甚至善恶好坏的价值等级。在莱布尼茨的体系当中，单子虽然各不相关。 啊，但是上帝这个终极单子所设定的前定和谐，让他们呢能够形成一个整体有序的真理系统。也就是说，在莱布尼茨那里，物与物之间，它并不需要通过自身的矛盾运动来建立内在关联，从而呢在不断认识自己的同时，让无限的真理借助于物的独特存在而富有活力的。 彰显出来，莱布迪斯大你这一切都是不必要的，啊，因为一切有上帝安排，各个单子，各个具体存在，虽然呢都是以自己为中心在活动，但他们无时无刻不在真理的和谐当中，他们的关系看似偶然，实则啊是所必然。但是在黑格尔看来，上帝作为精神实体，就是世界本身。 上帝呢不会超然于事物之外去操作事物，绝对的意志或者神圣的真理，它是内在于事物运动发展的不同环节的。也就是说，真理本身是不变的，但是人的意识经验啊，对于事物的认识有多么的深入，那么真理本于事物，象则事物，位则事物所呈现出来的内涵。 就有多么的丰富，那在知觉阶段，认知的层次当然还很低，所以知觉活动它构造了事物的单一性，啊，但又无法否认事物本身也拥有差异性。如何处理两者的矛盾，或者把两者结合起来自圆其说了，那知觉的方式呢？呃，就是把它们转化为本质和非本质的区别。 物本身的众多性质以及物与物之间的差异和不同，虽然是必然存在的，但它们都是非本质的。啊，物的本质呢、啊，终归还是单纯的“一”。那么黑格尔指出啊，这不过是知觉自欺欺人的字面上的区分啊，是在玩文字游戏。所谓的技术必要又非本质啊，这种说法本身就是很荒谬可笑的。 知觉的他试图以这种自相矛盾的说法，去掩盖其把握事物的真理时的那种进退失据。那我们可以说，凡是出现在事物身上的一切都是必要，一切都是本质。所谓的本质和非本质的高墙，完全是知觉掩耳盗铃般建构起来的。那么这道虚幻的阻挡我们认识事物真理的高墙。 必须拆除，而且实际上，啊，知觉自身也抵挡不住这道高墙的崩塌，因为呢，他以为是无关本质的东西，本身就构成了事物内在的自身否定，啊，非本质的东西会通过自我否定而成为本质的东西，而事物呢，终究会自己扬弃自己，为自己作为特殊性和多样性。 之一的单一体的存在，去找到更深、更普遍的根据。OK，我们再来看下一个自然段啊，这连续这几个自然段都比较短哈，但是最后一个自然段是最长的。啊，他说这样一来，曾经将自为存在和为他存在分割开来的最后一个，就什么而言就消失的。真实的情况下，情况是对象在。 同样一个角度看来，就是它自身的反面。就它作为一种唯他存在而言，它是一种自为存在；就它作为一种自为存在而言，它又是一种唯他存在。对象是一种自为存在，是一个自身反应或者是一个单一体。但是啊，自为、自身反应、单一体存在之类的规定，以它们的反面意即为他存在，都包含在一个统一体之内。 所以呢，仅仅被设定为一种已经遭到阳气的东西。换言之，这种自为存在和那种号称无关本质的东西，意即一种与他者的相互关系，同样都是无关本质的。那么，通过前面的批判性的考察，我们已经看到，啊，知觉活动的问题在于，它把物的自为存在和为他存在分割开来。 啊，认为自为存在了是本质的，为他存在是非本质的。那这里的为他存在啊，它既是指事物的各种属性，又是指事物之外的他物。可是呢，知觉这样做的结果是，物作为最后一个就什么而言消失了。那么黑格尔的这一表述的意思是说，物呢，它在根本上、本质上的就此而言，我们就这个物。 谈这个物，就这个物本身而言，它就是它，它是单一的，每个物都是如此，都只是自身关联。同理，啊，就众多的属性而言，白就是白，啊，就白是白而言，它不是咸的，不是立方体等等。但是呢，知觉试图通过就此而言去牢牢抓住的这个物。 却因此消失了，啊，因为知觉通过本质和非本质的划分来设定的单一的物，反倒使得物自身的本质规定性无关紧要了。因为啊，我们只要确保此物不同于他者，可以和他物以及众多属性分隔开来，这就够了。那么，物的本质由此呢就成为了非本质。 物的规定呢，由此呢就成为了无规定性。但是，物自身的本本质规定和非本质规定之间，啊，单一性和多样性之间，自为存在和为他存在之间，毕竟呢还是会存在互动的关系。所以，知觉活动因此呢，他也不得不承认，对象在同一个角度看，就是其自身的反面。 啊，比如就它作为一种唯他存在而言，它是一种自为存在；就它作为一种自为存在而言，它是一种唯他存在。那么这就和知觉所设设想的本质方面是这样啊，非本质方面是那样的情形不一样的。那是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待事物，而事物的真正的存在状况是，它既是它自身，又不是它自身。 而它自身的反面，本来就是自身真相的必然的环节。也就是说，作为单一体和自身反应的自为存在，以它的反面即为它存在，都包含在一个统一体之内，构成了内在有机的关联。可是，知觉由于把自身和他者割裂开来，从而呢让两者都沦为空疏。 而没有规定的东西，所以他在试图强调自身规定的同时，啊，确实自身遭到了阳气，自己被自己消灭了。本来自在存在和维他存在作为一体两面都是必然的本质的，啊，但是现在呢，他们及其相互关系都成为了无关本质的了。知觉对于个体物的整体构想，当然也就随之坍塌了。 我们再来看下一个自然段，啊，对象在他的感性存在中曾经转变为一个遭到阳气的东西，而在这里，对象同样也被阳气了，这是由他的那些纯粹的规定性，或者说由那些构成了它的本质性的规定性所决定的。对象从一个感性存在转变为一个普遍者，但是因为呢，这个普遍者来自于感性事物。 在本质上，以感性事物为条件，所以它严格说来，并不是一种真正做到了自身一致的普遍性，而是一种受制于对立面的普遍性，并因此呢分裂为个体性或者个别性啊，在这里它是指各种属性的单一体以及普遍性啊这两个极端，这里的普遍性其实是指各种独立质料的加总，就是并且啊，那么表面看来。 这些纯粹的规定性已经表达出了本质性，但它们呢，仅仅是一种与为他存在纠缠在一起的自为存在。由于自为存在和为他存在在本质上构成了一个统一体，所以呢，现在呈现出来的是一种无条件的绝对的普遍性，而意识在这里呢，才真正的进入到知性的王国之中。 黑格尔现在呢啊，他就要开始从这个意识经验运动发展的角度，对自己的观点做一些正面的陈述。为此呢，他整体上回顾了感性经验向知觉经验的发展，以便呢为后面啊论述知觉经验向知性意识的过渡去做好铺垫。那么这呢是一个对象不断阳气，而后又获得新的确认的过程。 那么，在感性阶段啊，对象的具具体的这一个杂多，遭到了阳气，让我们看到，只有通过普遍的这一个，才能指射具体的这一个。那么，到了知觉阶段啊，对象的物也遭到了阳气，因为知觉的他想要固守物本身的纯粹规定性，但反而呢，使自己的规定丧失了本质。 丧失的差异和特色。那么，黑格尔指出啊，这个知觉阶段的普遍性是从感性存在转变而来的，所以呢，它难免的还会受到感性因素的制约，在根本上仍然要以感性事物为条件。也就是说，知觉在看待事物的时候，仍然徘徊于个别者与普遍者这两个极端。 而无法找到两者更深的统一的根据，所以呢，知觉追求的那种普遍性啊，并不是真正自身意志的普遍性。他要么呢，只看到作为单一体的啊个别性，这个不仅各种属性都是单一的，而且呢，各个物本身也是单一的啊，就如同知觉原子般的存在。所以，他要么只看到啊，作为单一体的个别性。 要么呢，他会因为追求普遍性而把物沦为各种质料的这种集合。那么，不仅属性的内在差异多一个或者少一个都是不重要的，而且呢，一物之外的他物的存在与不在，似乎也不影响事物本身的存在。那么，这种单一体和集合体之间的分裂啊，正是感性思维。 遗留下的痕迹。那么在此呢，我们有必要声明的是，啊，黑格尔当然并不排斥感性认知对于事物的把握，但他主张的是，我们要通过意识经验的逐层的推进，能够从更深的普遍性根据出发，去全面的把握这种感性因素。所以呢，不仅知觉阶段以后的知性层次和更深的意识层次。 感性因素呢，都会被保存下来。那么知觉活动呢，它无奈之下，它就试图呢，根据本质和非本质的标准，划分出自在存在与为他存在的对立结构来。但是，就如上一段所揭示，它的非意图的结构结果呢，是使物本身成为了非本质的、被抽空的、无规定的东西。 其中那些所谓的纯粹的规定性，反倒不得不与为他存在纠缠在一起。那么，知觉他所追求的物的自为存在，由此呢，只能依赖于与那些他者存在，呃，依赖于那些他者存在。那么，从而呢，去维系着某种外在的、表面的不同。啊，注意这些他者存在啊，既包括。 作为治疗的属性，还包括那些莫不相关的他物。那么，事实上，自为存在和为他存在本来就应该构成一个统一体，啊，这是毫无疑问的。而且呢，在这个统一体当中，啊，自为存在和为他存在对于物本身来说，都应该是本质关联的。那么，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在无条件的。 绝对的普遍性当中去把握物的存在，也就是为事物找到更深的类别和规律的根据，如此呢，才能让事物的真理啊更全面的展示出来。然而啊，这恰恰是知觉思维无法理解而要去尽力抵挡的。知觉啊，他不知道，正是他极力维护的这种二分格局，使得物的独特规定瓦解的。 而他所害怕的，因此使物消灭的那种绝对普遍性，却反而能够使物实现一和多的统一，让物在整体关联当中啊，找到自身存在的独特性。那么知觉它既然无法去承担这样的使命，它就只能让位于接下来的知性王国了。不过呢。 啊，知觉阶段它所设定的这些关系结构，已经为知性阶段的格局做了很好的预备。啊，到那个时候呢，我们只需把知觉阶段的啊个体物，物身上的众多属性，物之外的他物，啊，把这三者之间的直接关系，改造为通过规律的中介所形成的间接关系即可。啊，那我们的认知就实现了升级。 我们来看下一个自然段，感性个别性虽然消失在直接确定性的辩证运动里，转变为一种普遍性，但是呢，这仅仅是一种感性的普遍性，意识的，它不再意味着什么，知觉活动就掌握了一个自在存在着的对象，或者说掌握了一般意义上的普遍性，因此之故。 出现在对象身上的个别性是一种真实的个别性，亦即单一体的自在存在或一种自身反应，但这仍然只是一种有条件的自为存在。与之并列的则是另外一种自为存在，后者在这里的它是指一种与个别性相对立，并以个别性为条件的普遍性，相互矛盾的两端。 不但处于一种并列关系之中，而且构成了一个统一体。换言之，两端的共同之处在于，他们虽然号称自为存在，但却总是与一个对立面纠缠不清。所以呢，其实并不是一种自为存在。那么知觉活动的诡辩术，就试图把这些环节从矛盾当中解救出来。 并通过以下各种办法去抓住真相，比如区分视角、坚持并且和就什么而言的使用、区分无关本质的东西与一个与之对立的本质等等。只不过这些解救措施啊，不但没有消除领会把握当中的错觉，反而表明了自己是一个一些虚无缥缈的东西。 意识本来可以通过知觉活动的逻辑就掌握真相，但却发现真相在同一个视角下表现为相反的东西，在本质上呢是一种无差别、无规定的普遍性。好，那么这一段呢，它是继续通过比较感性阶段啊向知觉阶段过渡的情形来表明。 对于知觉阶段关系格局进行突破的必要性，那这种突破的重点呢，就在于对于知觉的诡辩数的揭露。黑格尔他就回顾说：啊，感性意识试图抓住直接确定的东西，但他不得不卷入的那种辩证运动，却让具体个别的这一个转瞬即逝，感性直观所能指出的、说出的，只能是普遍的这一个。 但是这只是感性的普遍性，它既依赖于各种杂多的例子，透透过它所能把握的，也只是纯粹的呃质量而已。这就说明了感性意识无法意味什么，它意味的这一个啊，恰恰是并非这一个。那么这时的知觉活动它就取而代之了，知觉它立基于普遍性原则，所以。 他看到了一个自在存在的对象，也就是说，在知觉意识那里，事物的概念作为一般意义的普遍者形成了；那些在感性认识那里是杂多的、质疗的东西，在知觉这里呢，就成为了构成事物的属性。那么，在这种眼光下，对象的个别性啊，当然比起感性确定性那里。 它会显得更加的真实，但是呢，啊，知觉接下来对事物的理解，却要开始经历矛盾、动摇。在以对象为本质的时候，单一体的自在存在只能靠虚构的物性来维持，最终呢，出现了分崩离析的局面。知觉呢，于是就把意识自身作为本质，啊，它要从自身反应。 或者自我反思的角度来把握事物，但是我作为凝聚事物的中介，直接就把事物看作是单纯的统一体了。这样一来，那些构成事物的属性，它就降格为质量，而物与他物之间的关系，也就沦为了外在的、抽象的、啊可有可无的对立。 个体物本来希望实现绝对的独立自主，也就是无条件的自为存在，自己规定自己，自己就是自己。但实际上，啊，它的存在的却不得不依赖于与之并列的他者存在，他们互为条件，啊，但是呢，又仅仅构成了外在的区别关系。意思是说，我就是我，所以我与你是不同的。但是这种。 有条件的普遍对立，并不足以形成内在的矛盾运动，由此建立他们之间的那种深刻的差异性。啊，他们呢，在知觉这里仅仅是纠缠不清，谁也不认识对方，谁也不认识自己。那么，在这种关系格局之下，就没有一方能够真正实现自为存在，也就是说，没有任何一方能够真正发现。 自我的独特性。那么知觉的为了把这些环节从上述矛盾当中解救出来，就施展出他的诡辩术。啊，他所应用的那些话语策略啊，包括第一，区分视角，比如说啊，从对象方面看是那样，从主体方面看是这样啊。第二，坚持并且和就什么而言。 啊，这个意思是说，事物可以既是这样，又是那样，可以就自身而言，也可以就他者而言，还可以就他们的关系而言。反正呢，说来说去，我就是不说实质。啊，第三，区分事关本质和无关本质的东西，把自己规定自己作为本质，把自己之外的他者都视为非本质，但他却不知道啊，自我的本质。 会被架空，而他者呢？作为非本质被否定之后，反而会成为事物的必不可少的本质规定的环节。所以，知觉的所有这些自欺欺人的轨迹，啊，实际上都是在回避矛盾，而不是面对和解决矛盾。他们非但不能够消除对事物把握的错觉，反而呢，证明了自己的无力，使事物。 走向消亡，啊，这种消亡的具体表现就在于知觉的意识啊，他不愿意事物与他者打交道，所以他把事物之间、事物与属性之间的相互规定都看作是对于自我的否定，剩下的他就只能空洞的说：“我自己规定自己，我就是我。”而这种空洞的说辞呢，无异于表明物本身。 已经沦为了无差别和无规定的普遍性，可见知觉活动的逻辑同样也是矛盾运动的辩证法，它必然会经历自我否定，啊，才能够突破知觉本身的局限，向着更高的知性层次而迈进。OK，我们现在来看，呃，应该是最后一个自然段啊，他说个别性。 和与之对立的普遍性，与无关本质的东西联系在一起的本质，必不可少的无关本质的东西，等等，这些空洞的抽象名词啊，它们颇有势力。而当它们交织在一起，就是那种进行着知觉活动的所谓的人类健全之性，它自诩为一种确切而实在的知识。 但他在知觉活动当中，只不过是这些抽象名词的一种交织。一般说来，在他自认为是最富有的地方啊，他总是最贫乏的。人类健全之性被各种虚无缥缈的事物驱赶着到处奔走，被那些东西玩弄于鼓掌之间。与此同时，他自己却卖弄着诡辩术，在各种针锋相对的观点之间。 左右逢源，与真理相抗衡。这种忙忙碌碌的人类健全之心认为，哲学只需研究思想中的事物足以诚然，哲学必须研究思想中的事物，认识到它们是纯粹本质，是一些绝对要素和绝对势力。但是，哲学是按照他们的规定性来认识思想中的事物，因此他是这方面的大师。 一切都在他的掌控之中，而那个进行着知觉活动的知性啊，却是把这些事物当做真相而予以接纳，因此从一个谬误跌入到另外一个谬误里面。感性确定性不知道它的本质是一是一种空洞而抽象的纯粹存在，同样，知性也不知道支配着它的是一些单纯的本质性，啊，却以为的。 他一直都在与一种无比确切的材料和内容打交道，但实际上，正是借助于这些单纯的本质性知性，才能够来回穿梭于一切的材料和内容之间。这些单纯的本质性呢，整合并掌控着材料和内容，唯有他们才能使得感性事物在意识面前显现为本质，也唯有他们才规定了与感。 感性事物与意识之间的关系，让知觉活动及其真相的运动得以运行。意识以交替的方式，一会儿把真相规定下来，一会儿呢又扬弃了这个规定。而正是这个持续不断的运转过程，才真正构成了那种知觉者的自以为在真理中运动者的意识的日常生命和持久生命。 驱动着意识迈步前进，意识在前进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得出一个结果，即必须一视同仁的阳气全部事关本质的呃本质性或者规定。但是另一方面，意识在任何个别环节那里，都仅仅啊把某一个规定性认作是真相，然后呢在下一个环节那里认识到的相反的规定才是真相。 诚然，啊，意识察觉到各种规定性都是无关本质的。为了把他们从迫在眉睫的危险当中解救出来，意识呢就求助于诡辩术，把他自己刚才宣称为虚假事物的东西，现在宣称为真相。其实这些虚假事物的本性，恰恰是想要推动着知性前进，让知性首先认识到普遍性、个别性，并且和单一体。 本非本质性，而、呃、与非本质性必然联系在一起的本质性，必不可少的无关本质的东西等等，啊，认识到这些都不是本质，然后呢，把各种关于他们的思想予以合并，并且借此把他们扬弃。反过来，知性的抗拒办法就是用就什么而言和各种视角的差异性来支支持自己，要不然的话，知性。 就在接纳一个思想的同时，将另一个思想分裂出去，坚持认为那分裂出去的思想也是一种真实的思想。但实际上啊，这些抽象名词的本性就在于把它们作为一些自在且自为存在着的东西予以合并。健全自信拼命抓住的东西就是这些抽象名词，它们驱使着他在一个圆圈里打转。 知性啊，一会儿把抽象名词的非真实性接纳到自身内，一会儿把错觉称作是各种不可靠的事物的一个假象，一会儿呢又区分出一种事关本质的东西和一种对事物而言虽然必不可少但又应该是无关本质的东西，并且确定前者是真理，后者不是。啊，知性的所有这些做法都是为了。 给予抽象名词以真理，可是他不但没有达到这个目的，反而呢使他自己成为了一个不真实的东西。哎呀，这一长段读下来好累啊！哈。这个，呃，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章知觉章的啊最后一段。嗯，那么最后一段呢，呃，虽然很长哈，呃，但是呢，它主要还是要继续去展开论述。 知觉的那些自欺欺人的诡计，啊，什么个别性和普遍性的对立啊，本质的东西和无关本质东西的联系啊，等等，所有这些呢，都是知觉为了掩盖自己对事物的把握，进退失据时的那种空洞说辞，啊，但是呢，这些话术啊，却非常有影响力，它们呢交织在一起，就形成了。 啊，当时人们所推崇的所谓的人类健全知性，那么在这个意义上啊，知觉思维它是经验主义的常识态度的典型表达，而健全知性的说法也意味着在知觉里面，知性其实已经发挥作用了，只不过呢，啊，知觉阶段的知性还没有达到我们下一章要讲的纯粹知性的层次。 而这里他用的“健全”的意思，其实是典型的洛克式的观念，啊，那就是我们要捍卫常识，不要走极端或者钻牛角尖，啊，日常生活当中够用就行了，碰到不能解决的问题就放一放。那么那些矛盾的东西呢、啊，我们也不用寻求完美和贯通，啊，在这个场合用这一套，那个场合用那一套也行。那么这。 不就是知性所玩的把戏吗？他看起来是游刃有余，实际上呢，他却逃避了实质的问题。但是啊，知觉的常识思维，他缺乏反省意识，他反而自诩啊自己的认识是最确切,切啊最实在的。他认为自己忠于生活，不做非分之想，知觉。 或者健全知性的这种自我感觉、啊，哈，实在是太好了，啊，他以为自己活得很丰富，却不敢承认自己这是多么的贫乏啊！我就想到今天啊，很多风花雪月的那些中产小白领、小文青啊，就是如此，总认为自己活得很精致、很优雅、很优越，殊不知他们完全活在啊生活的表层。 那么，黑格尔在这里他说的其实更加的刻薄啊。他说，人类健全之性玩弄生活，也被生活所玩弄。他用诡辩术去欺骗别人啊，实际上呢，他自己才是最大的被骗者。他看到了事物本来是虚无缥缈的，但他还自以为能够在各种针锋相对的观点之间左右逢源，与真理抗衡。 那么，活在这种健全知性当中的人呢，他们显得忙忙碌碌。哎，他们会说：“你看，我整天都在求知若渴啊。”但是他们呢，只喜欢研究思想当中的事物，追逐各种时髦的概念，以各种文字游戏来装点自己的谈吐。哲学当然必须要研究思想中的事物，要把观念视为纯粹本质，把它视为纯粹的要素。 和绝对的势力，因为具有哲学眼光的人才清楚，只有观念才是改变世界的最大的力量。但是，啊，哲学对待思想中的事物的这种态度，它是严肃的，是敬畏的，是按照他们的规定性来认识他们。也就是说，他一定会遵循观念发展的逻辑，啊，在概念运动当中去把握概念的真理。 可是呢，健全知性啊，也就是进行着知觉活动的知性，他对思想事物并不是真的虔诚和热爱，他反而认为你们这些搞哲学的太沉溺于思辨了，啊，我们只要抓住一些好听的、诱人的概念就行了。所以他认为，在普遍概念基础之上，对事物做出认真的、清晰的辨析和规定的做法是多余的。 所以说，所谓的健全之心啊，他仅仅接受现实的事物为真相，然后呢，在看待事物的不同立场和角度之间，自以为聪明的自由转化，啊，什么都是好的，什么都是对的。实际上呢，他们却丧失到了追求真理的真诚性，被各种自以为真实的东西牵着走，牵着走，从一个谬误跌入到。 另外一个谬误而不自知。那么，如果说感性确定性自以为把握到的具体的这一个它的本质只是空洞而抽象的纯粹存在的话，也就是它是一种没有内容的能指的话，那么啊，支配着知觉的同样也是一些单纯的本质性。 我们注意哈，这里它支配着知觉，其实就黑格尔说的，啊支配着知性，在这一段的后面哈，它、啊、反复出现“知性”一词，都是指这种知觉意义上的健全知性和常识意识啊，和下一章他所讲要讲的这个知性还不完全是一回事哈、啊。那么知觉呢、啊，呃，他自以为是在和无比确切的材料和内容打交道。 但是呢，他看待事物的方式，决定了啊，他所看到的东西是单调的、表层的，因为呢，他所依赖的普遍性原则是有条件的，不需要深入到事物的内部。他既想要在各种事物当中穿梭，以满足自己的好奇，他又使得各种事物啊，在他眼中都只呈现出大同小异的样子啊，没看到是很新新奇。 看到以后呢，看到一个半吊子就说：“哎呀，那玩意儿也没什么嘛，是吧？”看到就看到，那么知觉的这种态度啊，类似于一个观光客啊，一个地方转完又跑到下一个地方，但是呢，都留不下呃深刻的印记。知觉它不是遵循事物的内在逻辑去看待事物，而是试图把具有丰富层次的内容啊，呃、都纳入到自己的认知框架。 用自己的单纯的本质性去整合一切，使之符合自己期待的样子。那么这一段的后半部分呢？他又重塑了知觉在对象和意识之间啊交替运动，并且施展诡辩术以解决自己的危机的方式。那我们也就简单的这个梳理一下。他说，知觉意识啊，它其实是以交替的方式啊，一会儿从对象方面。 一会儿呢，又从这个意识方面来把握事物的真理，这个反复持续的构成了呃的过程，就构成了知觉自以为在真理当中运行的日常和持久的这种生命，构成了意识不断前行的驱动力。那么可以说，知觉它虽然在认识事物的时候有了自我反思。 但他的这种自身反应，实际上并不是针对自我，而是试图从我的角度为事物强加上外在的统一的规定性。同时呢，知觉虽然它有认识事物的一种驱动力，但是这种驱力呢，严格说来，并非来自于意识的自我觉醒，它仅仅是一种自发的本能性的冲动。所以。 啊，知觉自以为是健全常识的认知，实际上却是善变的。它在单一性和集合性之间犹豫不定。在这一过程当中，意识呢就只能把一切根本的本质性或者规定同等的加以扬弃。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双方都是真的，我到底听哪一个的？所以我不如干脆采取这样的态度。 要么他们全都不是真的啊，一概加以屏蔽；要么呢，走到哪算哪，碰到哪一个，哪一个就是真的。在这个环节，把某一个规定性作为真相啊，在那下一个环节又把相反的规定性作为真相，那最后的结果是意识发现各种规定性都是无关本质的，这就导致了相对主义。既然都与事物的本质无关， 所以呢，意识就宣布，假的可以是真的啊，真的也可以是假的。那么在意识经验的辩证运、辩证法的运动当中，当然会有肯定和否定、真和假的环节的互动啊。但是在真正的认识的阶梯那里，真和假呢，它并不是可以无原则的混同的啊，它是把。 虚假的事物作为必然的环节，去推动着认识的深入，从而不断的趋近更大更深的真实。相反啊，知觉这里的认识呢，它是以诡辩的方式区分各种普遍性和个别性，并且和单一体、非本质和本质等等。同时呢，他又把这些抽象的名词混杂在一起，作为非本质的。 可以随时舍弃的东西来对待，他不知道啊这些环节之间的内在矛盾相互扬弃，是为了在必然的本质的运动当中共同上升到更高的层次。当然啊，知觉本身他对于感性生活还是很依恋的，所以呢，他无法毅然决然的走向全面扬弃的怀疑主义。 所以，我们看到知觉，它终究要以健全知性的常识观为它的落脚点。他试图仰仗就此而言和不同视角去支持自己，啊，他认为呢这样的做法更可靠、更健全。啊，我对事物的把握有没有道理，取决于我从什么角度出发去看待问题。但是呢，知觉不可能真正的看到。 当他认定某个环节是真理的时候，另一个分裂出去的环节同时也是真的，或者至少说它是真理的必不可少的条件或预备。知觉的，它只能是借助于抽象的名词。啊，此时此刻，我认为这是真的；彼时彼刻，我认为那是真的。一会儿说错误来自于主观的虚构，一会儿又说啊，错误了来自于。 事物的这种不可靠，那么健全知性呢？就是这样，他在这些抽象名词的圆圈里面打转，实际上呢，他总是想给自己一个安慰，一个说辞。那么知觉的最后一根稻草是，他认为呢，尽管事物变动不羁但事物背后总应该有某种抽象的本质作为真理吧。 啊，不管我们看到了多么多的假象，但是生活本身还应该是岁月静好的吧？知觉于是他所拿出了所谓的抽象本质，可是他的这种抽象本质，并不是理性意义上的一种普遍性，而只是自己的知觉本身，是自己对于稳定生活的某种一厢情愿的盼望。 他把所认定的真理视为可以对抗生活之洪流的东西，却不知道真理啊，从来不是河流当中的中流砥柱或者某个石头，可以固定在那里去抵抗疾风暴雨的冲刷。他不知道真理其实就是河流本身，我们必须投身于真理的运动当中，才能越来越深的认识到真理。 在这个意义上，知觉它所收获的，并是一种不真实的幻觉，而所谓的健全知性，其实是最不健全的认知。最后，我们要说，幻灭并不可怕啊，只要我们能够迎难而上，去迎接新的精神性的力量。当知觉被突破了，那么知性的曙光。 也随之来临，这就是我们下一章要讲的话题，且听下回分解。谢谢，是谢谢。